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是在三亚的凤凰机场，在这里呀，今天我们开飞机，又来一架大飞机，看看，我给你们拍一下飞机飞过头顶的感觉啊，来了来了啊，就在正前方，哎呦我去，看着没？哎呦我去，这是什么飞机呀？这大，我去！又来了一架，刚刚那个客机呢，是发动机在尾部，这个是个大型客机，320。跑道呢，起飞了一架，现在呢，又有一架要落地了，在我正前方。这时间拿捏的是正正好好啊。这个飞走，这个降落。啊，这个后面那个，现在大家看一下，后面那个已经起飞了，飞起来了，好快呀！这迎面呢又飞来一辆，马上降落，马上降落了。几十秒钟就飞到我这，还是飞机飞的速度快。哇，来了啊，不停地在调整姿态。哇，这发动机的声音现在听得都非常清楚了，快快。这回迎面又飞过来一个飞机，这个飞机啊也是 A320 之类的大型客机，看逐渐的在变大呀，速度好快好快，不知道飞机为啥白天还打灯呢。哇，来了啊、哦、我多录一会儿，让大家感受一下飞机飞过头顶的这种震撼的感觉。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了啊！前面又来一架飞机。曾经啊，我在沈阳桃仙机场拍过飞机，但是没有在凤凰机场离得这么近，看的这么直观。这大飞机简直太震撼了。现在前面又过来一个飞机，这飞机我预估啊，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就能飞到我这里。哎呀，大概现在飞机离我能有500米吧，500米之后呢就降落了。今天一点风都没有，然后这个飞行条件呢也是非常的好。好了，来了，逐渐变大，逐渐变大。不停地修正姿态，哇，这发动机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啊！哇，超巨大呀！声音来了，声音，巨大的声音啊！又来一个大飞机，这次依旧是搁侧面拍，看听着声音，哇塞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啊，震耳欲聋。这里有一个红颜色尾巴的飞机。
它这叫起飞吗？好像是在起飞，起飞了，起飞，起飞了，起飞了。这机场好繁忙啊，凤凰机场。又过来一架飞机，透过这个网上看一看，现在离我大概也就是500米吧，500米得多。呵呵，我这回从侧面拍一下。听到声音了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来了来了。三亚凤凰机场，这里看落了好多架飞机啊，基本上就几分钟一架，太壮观了。有想看飞机的，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位置看一看，这里看飞机简直太壮观了，就是在你头顶上飞过去。